现在是礼拜六的下午，大概快三点左右。然后我现在有发烧的状况，然后还有呼吸没有那么的顺的一个情况。现在真的不是很舒服。本来想说可以用相机记录一下自己打疫苗的情况，后来觉得算了，就大概用手机记录一下好了。我昨天打完疫苗之后，有在诊所待了大概15分钟。其实，在打的大概前面5分钟以内吧，我就觉得身体怪怪的。就好像有个热流从左边的身体一路窜到脑门那边，可是我都想说会不会是心理作用，因为大家都说不会有感觉。结果我打完了之后就开始一直冒汗，一直狂流汗的那种。然后我想说会不会是诊所的空调比较弱，然后都已经做15分钟了，感觉好像应该可以了吧，就起身要出去拿药。结果一站起来走到诊所的门口的时候，突然就心悸，就很像心脏突然这样子被人家捏紧然后蹦那种感觉。然后瞬间我就视线看不到，就是完全看不到东西。后来有跟那边的护理师小姐说我真的人很不舒服，最后他们就把我带到有点像诊疗室的地方，让我吸那个氧气罩，因为我真的呼吸不过来，然后加上又心悸，而且可能也是呼吸不过来，很想吐很想吐。我在那边也不小心把晚餐都吐出来了，真的有一点不好意思。后来可能也是呼吸不顺吧，诊所就是又问我一下身体的状况之后，就帮我叫了救护车送到比较大间的医院。那送去比较大间的医院也是有做一系列的检查，是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人就是不对劲。然后还有挨了一剂的点滴，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点滴里面是什么，还蛮折腾的一个晚上。然后我记得我打疫苗之前的血压最高的那个数字，那不是通常会有3个数字吗？最高的那个数字是110左右，然后打完15分钟内就变成了70-80。其实蛮可怕的。然后我不知道耶，现在还是一样呼吸不顺，全身没什么力气，头也好痛。哦对了，我没有提到，就是那时候在诊所呼吸不顺的时候，整个左半边的身体，因为我是打左手，左半边的身体突然很痛，然后也是一种刺痛的感觉，直接窜到我的头顶，就这个位置。
我觉得这种东西只会让我更讨厌那个，就是病毒。我现在讲话有点颠三倒四的，因为在发烧的关系。嗯，然后胃口也没有很好。昨天打疫苗前还跟同事叫了陶板屋的便当，想说吃丰盛一点再去打，中间还让自己有足够的休息消化时间。结果还是吐出来了，好浪费哦。那就持续再继续观察吧，因为我也不知道身体状况怎么样，我现在只想要赶快退烧，然后我肚子好饿哦，但没有胃口，好想吃东西哦。可是我很怕吃了会吐出来，因为我刚刚就起来吃药的时候一度有一点想吐。我昨晚到现在是只有刚刚大概十分钟前才吃了一颗像普拿疼的止痛药，那种药局开的，因为现在也买不太到普拿疼。现在可以讲话，已经改善很多了，那希望明天会更好，然后礼拜一就可以健康的去上班了。大家，现在是11号，礼拜六晚上大概9点左右。刚刚量体温38.2，然后反正中间就是陆陆续续稍稍退退这样子。我刚刚晚餐吃的粥其实也吐出来了，一直就是好饿，然后很想吃东西，可是我又吃不下，应该说吃进去然后又吐出来，整个胃都很奇怪，然后很想上厕所，可是就是只有感觉，然后我没有办法好好上。后来想一想，还是回来躺在床上好了。床头都有准备那个运动饮料跟水，然后我持续的也一直在流汗，流很多汗。大家都说会怕冷，会畏寒，可是我其实我很热。盖棉被只是想说，会不会等一下就汗多流一点，然后烧就会退。我现在脸整个超红的，今天没事，可能就让自己早一点休息。其实我很多事很想起来做，可是我都没有力气。唯一现在的力气就是我拿着手机讲一些话，这样希望收音可以好一点。也希望明天可以好一点。现在是礼拜天早上9点，我刚刚做了一个梦之后就惊醒了。惊醒之后也是一直在心悸。我打疫苗之后最明显最不舒服的就是心悸这一块，讲话讲久一点就很喘，可是我还是得努力的恢复，因为我们工作也还是要讲很多话。就先这样吧，我待会会起来吃个东西，
希望今天吃的早餐不要像昨天一样吐出来。Hello， 大家，现在是礼拜六的傍晚，那距离我打完 A 粒应该有一个礼拜多的时间了，因为我是上礼拜五的晚上打的，然后一些不舒服的状况也有在前些时候的影片跟大家稍微讲到。那我其实礼拜一的时候就已经有回到工作岗位上面了，可是我回去的时候也非常的不舒服，就是还有一点点微微的发烧，然后还有心悸的部分也是那时候比较严重一点。礼拜一好像心悸的次数比较多，然后礼拜二还有一点点，然后礼拜三就比较没有，然后一直到完整好应该是礼拜四礼拜五，就是真的没有心悸的状况。那其实对于自己后来的恢复状况来说，因为我大概礼拜五晚上开始恢复运动，可是运动的强度比之前还要就是有放比较宽一点点，我没有让自己一下子就回归到之前运动的状态，大概就做一半的时间，然后一半的强度。但是喘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你会感觉到自己比较容易喘。然后今天礼拜六早上我还是有运动，那也是会比较喘一点点，可是就真的只有一点点了。那身体有感觉越来越好的一个倾向，大概来说我是觉得恢复的差不多了啦。我一直在开玩笑说我怎么打一次 A 粒啊，觉得自己好像快要 GG 了真的快要 GG 的感觉。然后也有被同事笑说，哎，你看起来汗臭那么好啊，怎么会打下去反应是那么大呢？可是我其实自己本身在打 A 粒之前的那一个礼拜我没有喝酒，然后我平常也有运动的习惯，那打之前的那天我也没有运动，就是不想让自己太累。然后吃饭的话，我打之前也有让自己吃得很好，我吃了陶板屋的便当，只是后来全部吐出来，有点浪费。基本上就是没有任何的身体上面做不好的地方，可是就是反应那么大，我自己也有吓到。那我身边的人也有问我说，你还敢不敢再打？打是一定要打的啊，头都洗一半了。只是听说第二季的 A 粒应该会比第一季好一点。我真的其实蛮难想象说，全球的人类必须要到一种我必须打疫苗，然后跟某一个病毒共生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现在遇到的就是一起好好的去面对。那也谢谢大家收看这支影片，希望不要吓到大家，疫苗还是很重要，要去打。然后就是平常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尽量就是维持好社交距离，然后口罩要戴。好，就这样咯，拜拜。